年的谁呀？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想我啦？就算是吧。阿姨好。阿姨可想死你们了，阿姨呀、是专门来给你们做年夜饭的。哈哈，大名鼎鼎的 idol 居然还在这里摘菜。哎呦，这么金贵的手别碰这些，弄坏了怎么办？小米，拿去洗了。少放点辣椒。妈，我就爱吃辣椒。汤吃不惯。哎呀，你一会儿就老干妈拌饭。甜甜，这是你的。王林，这是你的。谢谢阿姨。Linda，这是你的。妈，我呢，我呢？多大的人了，还有什么娃娃？哦，那我回屋了。啊，我的妈妈不爱我了。小米，你怎么哭了？别理我，你去喜欢你的爱豆女儿吧。那这个红包我也只有去拿给我的爱豆女儿了。妈，快给我。等一下，不生气了吧？其实妈妈最喜欢的还是自己的女儿哟。下周就是我们公司的年会了啊，我们组派个代表去表演一下节目。别着我，别着我，别着我。老板，好姐妹够义气。我不想死。哎，我好。就小米了，好吧，我看好你哦。怎么办？我完了，我完了。怎么了，小米？你慢点说。我们公司要我表演节目，你们帮我吧。婷婷，我衣服没收。阿达，我这就好想要活啊。宁哥，你一定会帮我，对不对？我没空啊。Hello。啊，是救星吗？你年会节目组不到队，就自己好好练哈。啊，好紧张，我肯定要出丑了。哇，公司竟然请了 idol 来耶！啊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给你撑场子。你的节目就交给我们吧。放心，调好了。出圈了，以前只能从网上看到，现在可以看到真人了。你可得好好感谢我，我可是费了可大劲儿才找到这个地址的。你们在看什么呀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土包子，我跟你说，你能听得懂啊？这不是我家 idol 吗？你家 idol 什么时候变成你家 idol 了？他们是我室友。哎呦，他们是你室友，你要是和他们住在一起，那我们就是一个妈生的。你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你们就是传说中的私生饭吧？说谁呢？不知好歹的东西。住手！啊，太低了吧？戴上围巾。是你们两个欺负小米吗？你就是小米。哎呀，都是误会误会。小米，他们有哪个时候打的球？哎呀，没事没事，算了算了，我知道你们也是喜欢爱豆，可是我们做粉丝的要理性懂礼貌，爱豆才会也喜欢我们，对不对？嗯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好啦好啦，别伤心啦，要不我们合个影。